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博物馆风波。是霸王龙的化石，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我们好害怕呀，快跑呀。好，我来啦。哎呦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！哎，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哦。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！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了！救救我！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。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。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。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，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，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，受伤疼痛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我来啦，发射光波治疗你，我来啦，统统全都消失吧。耶，太棒啦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帮忙把博物馆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好的。呼啦啦呼啦啦，恐龙化石放在哪？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
车已经回来了。超级快递，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嗯，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嗯，看到了，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嘘，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啊，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白老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斑斑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炮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快递员送货快又准，穿过大森林，翻过这座山，马上就到达。好像掉了这个，没关系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飘啊飘啊，跳一跳。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，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天黑之前都送达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
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啊，好呀！哈哈，怪的攻击。我是来自痒痒星球的哈哈怪，我最喜欢哈哈哈。这是我们痒痒星球的秘密武器痒痒粉，只要碰到它，每个人都会笑哈哈。哈哈哈哈！来吧，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痒痒粉的厉害。哈哈哈！都给我痒起来吧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好痒呀！我的腿好痒，我的手好痒。我的全身都痒。大家都怎么了？好奇怪呀。雪莉，皮皮，你怎么啦？哎呀，快帮我挠挠，好痒啊。皮皮，你这样动来动去，我挠不到。我控制不住。没错，只要中了我的痒痒粉，都会痒得控制不了自己。哈哈哈哈！你怎么不痒？救命！居然还有人没中我的痒痒粉，嘿嘿，别想逃！好痒啊！整个小镇都是我哈哈怪的了，哈哈哈哈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到处都有警报？我宣布，贝勒小镇以后就改名叫哈哈小镇了。可恶！你做梦！我们要把他赶出贝勒小镇。召唤超级汽车！超雷达警车，飞天救护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哈哈哈哈，我是哈哈怪，发射炮弹让你遭殃，手臂痒痒，脖子痒痒，哈哈大笑让你疯狂。来抓捕，保护大家交给我吧。biu biu biu biu， 瞄准目标，全速追击，追逐鞭炮。怎么不见了？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哈哈怪你躲在哪？藏呀藏呀藏起来，躲在街角你找不到。吼呀吼呀好好笑。雷达雷达快启动，哈哈怪你别想跑，追呀追呀向前冲，第五第五找到了。耶，成功！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运动会风波。
哈哈，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的任务就是把运动员安全送达现场。嗨，优秀的运动员们，快上车吧。这辆车能装得下我们吗？不就三只小猴子吗？装得下，快上来吧。真的装得下我们了？这看来我得请个帮手了。哇，今年的运动会看起来好热闹呀，真让人期待。我还学了一套啦啦队加油操哦，加油加油加油。是谁带来的电话？贝勒虎、开心虎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忙。猴子运动员太多了，我的车子坐不下了。哎呀，别急。没问题，朱大叔，我们马上就来。召唤超级汽车。准时的公交车。准时的公交车，嘟嘟嘟嘟出发啦！车厢大，座位多，快速安全不犯错。快上车吧！别着急，别拥挤，乘客多也没问题。找位置，快坐好，关上车门就出发。抓好扶手，小心转弯。车轮转呀转呀，我又转用公交车道，不管堵车跑得快呀，我是准时的公交车。公交车呀开得稳，公交车呀很准时，公交车呀谢谢你送我到达目的地。下车请注意安全。我们也需要超级公交车。来啦！嘿，我们在这。快上来吧。哦，不行。又不行。还是不行。哦，看来我们上不去了，可是比赛就快开始了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我有办法了，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双层公交车，都上来吧，这回肯定没问题。高度，高高高，空间，大大大，乘客，一二三，坐稳，出发啦！嘟嘟嘟，双层公交，转转车轮向前跑，乘客个头高又大。别担心，我能装得下。真舒服，双层公交，速度快又跑得稳，路上风景特别好，开开心心就到了。我开开心心就到了。终点站到了，请乘客们有序下车。
哦，谢谢你，超级公交车，不客气，比赛要加油哦。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，拯救小岛。去钓鱼了。雪莉，我们来比一比，看谁钓的鱼更大吧。好呀。鱼儿怎么还不上钩呢？哦，我的鱼儿上钩了。哇，好大的鱼。为什么我一直钓不到呢？雪莉，钓鱼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哦。嗯，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哇，有鱼上钩了，一定是条大鱼。嘿，爸爸快来帮我。哦，来了。用力呀。嘿。小岛要被海浪推走了。啊，我们飘得越来越远了。别担心，我们可以找城市守护者帮忙。开心湖，天气真的好热呀。对呀，好想去海岛上吹海风钓大鱼。啊，是谁找我们？贝勒湖，开心湖，救救我嘛！情况紧急，召唤超级汽车。是吊车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力士吊车，快把他们救回来吧。哼哼，放心，交给我。是大吊车，看我长鼻子，嘿呦嘿呦向前伸。到了。我是大吊车，看我大钩子，不怕海浪不怕风。抓紧！风浪变大了。不害怕害怕，风浪越来越大，摇摇晃晃，真的太可怕，快快想办法。哦，别怕别怕，我的力气很大。稳当当，请你相信我，马上安全到达。谢谢你们救了我们。可是我的家，小岛飘走了，雪莉的家就没有了。哈哈，试试升级吧。也许我们可以把小岛救回来哦。嗯，好办法。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。大力神吊车。慢慢靠近，好厉害，长鼻子小心翼翼，小岛安全了。大吊车谢谢你，叫你就要奇迹，大
们再来一场钓鱼比赛吧。那我一定是冠军。嗯，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一日警长。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是我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，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十字路口堵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。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。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，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，旋风，指挥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！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。轰隆轰隆，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，超过你啦！我赢了！旋风，这不是比赛，我应该抓住他。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旋风做得好。困难，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！遇到困难，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。别客气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太辛苦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热情勇敢不怕困难。好累啊。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揭秘隐身车。天气真热呀。还是树下凉快。毛毛虫。原来雷克警长害怕毛毛虫，
这真是一个大新闻。妮娜，快把照片给我。不行，雷克警长，我最近在做新闻记者，这可是宝贵的新闻素材。你可以找找其他的新闻呀，比如贝乐虎和开心虎研发出了新的飞行轮胎。不够劲爆。旋风比赛又得了冠军。不够惊喜。那瑞博的超级魔术秀怎么样？我今天又学了一个新魔术哦，你们看。瑞博的魔术表演是不错，但这根本算不上新闻。你们想找新闻，那就去调查黑暗隐身车吧。听说他专门在夜里攻击路人，害得大家晚上都不敢出门了。黑暗隐身车？哇，这一定是个大新闻。瑞博，你说的黑暗隐身车在哪儿啊？大概也许可能就在这附近吧。我好困啊。大家打起精神，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查清楚。我好像撞到了什么。哇，谁踢了我的屁股？难道是黑暗隐身车？我发明的隐身车可是连雷达都找不到，超级汽车，看你们这回怎么办。观众朋友们，记者妮娜正在中央大街为你带来黑暗隐身车的独家报道。妮娜在说什么？他是说，黑暗隐身车攻击了我们，我们需要升级作战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七彩搅拌车，瑞博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快看，一定是那辆黑色的汽车。它消失了。目标消失了，开启雷达寻找。嗡嗡在哪里？嗡嗡在哪里？嗡嗡在哪里？哦，怎么找不到？咦，那是什么？沉沦沉沦过啦啦，快躲开别受伤。咚咚跳一跳，咚咚跳一跳，咚咚跳一跳，啊，危险，快快跑。隐身车又来了。小心小心，它来了，水泥已准备好。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啊，糟糕，喷错了。抱歉，我们这样是找不到隐身车的。瞧，地上有它留下的痕迹。跑呀跑呀，向前跑，我们发现目标。咚咚，别想跑。咕噜咕噜，别想跑。嗡嗡。别想跑，你被看见了。追呀追呀，向前追，我们把你包围。咚咚，快停下！咕噜咕噜，快停下！嗡嗡，快停下！你被抓住了。干得漂亮！现在我要把他带回警局了。等一下，我还要拍一张照片，用来发布我的新闻。沙滩演唱会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。啦啦啦啦啦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。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他
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追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算了算了。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哦，他要离开贝勒小镇。好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。我要帮帮他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啊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，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哦，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六星灯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七彩脚踏车，瑞博。豪华公交车，巴斯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滚烫滚烫，转啊转啊转啊，沙嘟沙嘟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，变啊变啊变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，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。都在这里呢。星星星星，一串一串发光，花儿花儿，一朵一朵绽放，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。座位座位，一个一个摆好，话筒音响还有钢琴吉他，舞台搭建好，演唱会开始吧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。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。加油！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吧，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手扶好，哦，我们出发啦。车轮摊摊，向上跳一跳呀，四处看看，大明星你在哪找呀，找一找，哦，终于找到他。北极熊先生，演唱会就差你啦。跟我一起唱歌，啦啦啦啦，跟我一起跳舞，感谢朋友们来我的演唱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迷你车大追捕。早上好啊，贝勒虎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是来体验升级的吗？没错。快进来吧。是这里吗？嗯，这次的升级能让你的车身变得更加坚硬。哦。哦，看起来太酷了。雷克警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按错了。贝勒虎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雷克警长，真对不起，这次的升级失败了，
3个小时后你才能恢复原样。哥哥，快来！我收到了求救信号，快走！大家发生什么事了？贝老虎，我们的珠宝和金币都不见了。你们有人看见小偷吗？我看见了，是一辆很小很小的汽车，他们钻进下水道。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车呀？嘿嘿，没想到吧，那可是我的新发明迷你车哦。嘿嘿，我要偷走所有的珠宝和金币。哼，又是麦特博士在背后捣鬼，我要让他知道偷盗是多么错误的事情。我今天也是迷你警车，贝勒虎，我还需要一些帮手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吴娜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急速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我还是第一次变得这么小，感觉好奇妙呀。大家做好准备，开始行动，来吧。下水道里好多路呀，迷你车在哪？你走这边，我走那边，分头找一找。目标出现了，站住你别跑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好像迷路了。地上地下每条道路我都记得住，一直向前走啊走，就找到出口。我们会被水冲走的。那儿有个开关，看我的。滴滴滴滴，车灯闪闪发光，目标在前方，我来抓住它。引擎轰隆轰隆，看我加速加速，车轮快转动，向前冲冲冲。我是最快的旋风，左边右边堵住，没有退路，快发射大王，把目标困住。我的珠宝全找到了，我的金币也都回来了。又一次完美解决了问题。不对，我认为不太完美。你瞧，我们还没憋回去呢。我可不想一直当迷你赛车。现在很完美了。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古堡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难道是什么宝贝？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
那一定是我的。刚好试试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够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，宝藏，你在哪？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、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，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。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，轰隆隆，追呀追呀，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鲨鱼鲨鱼有尖牙，要破大王咔嚓咔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。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酷宝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。互换工作。啊，好无聊呀，每天都在不停地送货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拜拜，我要送客人去沙滩，先走了。再见，妮娜。真羡慕妮娜，每天都可以载不一样的客人去不一样的地方，肯定很有趣吧。好了，班班，可以出发了。目的地是……我知道，农场。反正每天都去那里。嗨，班班，又见面了。嗨，妮娜。班班，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我的工作太无聊了，我想换个工作。做
那你想做什么呢？我觉得你的工作很有趣，我想试一试。好呀，那我们互换工作吧，我替你送货，你替我送乘客。太好了。贝勒虎开心虎，什么事儿呀？分班，朱大叔很着急，你快把他的货物送到农场去。好的。哦，可是我刚刚和妮娜换了工作。换工作？没错没错，班班帮我接送乘客，朱大叔的货就交给我吧。那好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巨无霸货车斑斑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是啊，这份工作太难了。我们还是换回来吧。我是跳跳出租车，不送货物送乘客，乘客乘客要去哪？放心，马上就到达。我是巨无霸大货车，肚子大哪能装货？跑到东来跑到西，送货从来不犯错。是和我，不要不要换工作。今天差点闯祸，幸好问题都解决了。斑斑，妮娜，酷宝，我听说你们今天换工作了，好像很有意思，要不要跟我换换呀？不要啊！水下救援。滑冰喽！大家快跟上！哟吼，太好玩啦！朋友们，看我的表演！360度旋转！哇，好厉害呀！怎么了？烂嘟嘟和麦嘟嘟都掉进水里了。
我也被卡住了，快来救救我们。好的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冲呀冲呀向前冲，加速加速加速，冰点碎裂很危险，开始分头救援。伸呀伸呀长手臂，边长边长边长，让我紧紧抓住你，保证安全落地。快救救我的朋友。别担心，交给我们，开启潜水模式。雷达开启滴滴滴，发现目标 go go， 紧急救援快行动，向上游啊游。怎么动不了了，我去看看。加大马力轰隆隆，快速向后喷气，用力用力向上推，终于解救成功。旋风做得好。怎么办，出口被挡住了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口。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出口在哪里，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哎呀找不到。地面太厚了。嗯，那边有光，我们快过去。长长手臂有力气，冰块吊起来，朝着出口游啊游，救援成功啦。超级汽车，刚才真是太危险了。你们看见这个提示牌了吗？这里不能滑冰。